就叫他大宇，大宇。然后大宇怎么称呼王谦？这个我之前也说过，我一直叫他青哥，或者是青。他是彭建宇，然后是我，是大宇同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青。大宇对你而言是怎样的存在？在这个茫茫人海中，他是个头最小的。当时我们在认识的时候，就是在考试的过程中，身高都很高，就他是比较显眼，一眼就被我认出来了。爸爸喜欢这个称呼吗？挺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显得我与粉丝之间很亲近。首先还是非常感谢粉丝。彭姐，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？地三鲜，对吗？他的答案是各种肉类。你在坚持不吃，但是我更愿意吃各种肉做的食物。首映礼的时候，彭建宇说过一句话，就是彭建宇跟王谦是永远都没有说过的，这句话永远对。在他首映礼说过我的话，现在我要告诉你还是这样，我们永远都没有。孩子还是选欲望，我想选你。去他那儿就自己收拾卫生了，然后做饭做菜啊什么的，对，就居家。然后また出会ったばかりなんだけど、切ない気持ちが溢れてきて胸がキュンたまってるよ。そういう大好きなんだ、どうにもこうにもすごいこと。